的鼓励就是阿牛前进的动力。对，你们每一个充满爱意的评论，对不对？回馈到你们的一定也是幸运的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古话说得好，对不对？积德行善，善良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，对不对呀，叔叔阿姨们？善良的人，咱们运气都不会太差。去洗个手，切个腊肉，煮个土豆来吃咱们。好嘞，要开饭了呀，叔叔阿姨们。对，去洗个手。腊肉要煮好了是吗？嗯，对。欢迎进来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多久没有吃过这种农村柴火饭了呀？今天大鹏就给你们实时直播一场特别美味的乡村晚饭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欢迎米姐。谢谢你们的鼓励啊！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每个夸奖别人的人，自己也很优秀。你的优秀感染到了别人，那你就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好了。阿牛不容易，谢谢。好了是吗？嗯，好了。叔叔阿姨们，阿牛要开饭了哟！我的天哪，饿一天了。猪猪都吃饭 了吧，大鹏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，让你别去，你要去，真的，没事，让你在家里面玩着。那你不也是忙活一天了吗？没事。会过日子的女人，都是很棒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不容易呀、啊，每个家庭，每个父母，对不对？每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都是。用尽了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身边的女性要好，不管是自己的爱人，还是母亲，还是女儿，女生都不容易。我去倒水，他们。没事。怎么说的？把这个取了。哇，切腊肉了。要包容关心，对。好香啊，我隔在这里都闻到了香味，叔叔阿姨们。把这个炒那个土豆来吃，特别好吃。好香啊，真的。我坐在这儿都闻到了味道。哎，这手机，叔叔阿姨们不好意思，抱歉啊，这手机怎么感觉有点松弛呢？好人一生平安，对。我拿这些炒那个土豆来吃。啊，这些给你。在那边坐。让一下大鹏哥，腊肉是农村里面每一顿都要必吃的呀，马经理大哥。阿牛进步快，阿牛以前恐惧镜头，现在已经算是不恐惧了吧？但是呢，小姑娘没有自信感，你们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希望你们多一点鼓励，好不好呀？哎呀，看着好香啊！
我尝一口呢。五花肉，哇，太香了，好香啊，叔叔阿姨们。还要干嘛呀？炒个土豆来吃。炒土豆吃呀？嗯。那我还是凑近一点吧，叔叔阿姨们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来看阿牛的，我就阿牛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，好不好？这是在四川啊，叔叔阿姨们，这是在四川。阿牛走到哪儿咱们就跟到哪儿，现在开始好不好？盯死他，不要跟着我呀，有点害羞啊。盯死他，咱们。你先帮我烧一下火吧，你。肖小姐姐还在呀，吃饭了没呀？谢谢张炳海大哥的夸奖。火腿接过来的。还没开饭呢，才切了腊肉，要拿来炒。姑娘很漂亮，姑娘漂亮是漂亮，就是还缺乏一点自信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要多鼓励她，多表扬她，要不然她以前她恐惧镜头，现在不恐惧了，但是呢很缺乏自信，可能就是咱们农村女孩的一个通病吧，你们觉得呢？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农村的孩子一般进到城，那种没有自信的自卑感，那种差距感，你们能感受到吗？叔叔阿姨们，小小姐姐，你自己让我叫你阿姨的，大鹏也是32岁了啊，你得60加了我才能叫你阿姨。没有多少了，阿牛家的腊肉前几天被大家买的差不多了，只剩这么一点点了啊。吃一次烧锅底吗？阿牛侄女是吗？他说啥呀？他说你是钢铁侄女。欢迎陈芳大姐，我的天哪，咱今天直播间是不是姐姐要多一点还是哥哥多一点呀？咱们直播间男的扣一女的扣二，我看一下是男的多一点还是女的多一点呀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咱们直播间男的扣一女的扣二，我看一下是男的多一点还是女的多一点呀？小小姐姐是女的，男的扣一女的扣二，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男的多一点还是女的多一点呀？哇，还是大哥要多一点是吗？姐姐只有三个姐姐，咱们直播间只有三个姐姐吗？那咱们直播间的男人们要更加的爱护直播间里面女性同志，好不好？各位大哥，咱们一起来保护关爱直播间的女性同志，女同胞，好不好？女同志。你爱吃的这个呀？
这瓶子不洗了的咋啊给你们给你们呀。欢迎你们进来啊。阿牛在炒炒腊肉呢。欢迎韦秀萍姐姐，我的天哪，直播间怎么又飙到1200个人了？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真的吗？我都激动了。阿牛直播开直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呐。阿牛很像甜甜，甜甜是谁呀？什么甜甜？叫甜甜的吗？对。这不点了，这点马正理大哥，咱们以前卖山货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呐。你放点花椒进去。盆子怎么多放点？放点花椒进去。多放一点，少放一点。中度吧。味道重一点还是？中，上中上，分个中吧啊。还行。阿牛的衣服很好看。谢谢沙小姐姐，有机会来穿一下少数民族服装好不好？感受不一样的美丽。每个女孩子都是爱美的，我相信啊。算不算？欢迎邓秀杰，阿牛样样都上手。我弄个那个蒜，弄蒜来吃。弄不然不去啊。啊？弄。嗯，对。也就是这个。可是那个更严。你的头像就是你，我们看不到你头像呀。看不到你头像，你点个关注，一会儿大鹏看一下好不好？花椒是不是用油炸一下更香？都行的啊。有些你如果不是炒腊肉，你要先放那种花生油的话，可以放在花生油里面去炒，炒出来是要香一点。当然阿牛是没有加那种油的，因为他吃不了太油的东西。关注了，谢谢你们啊，哥哥姐姐们，这里点个免费的小关注啊。现在的女孩子好多都不会做饭，不是不会，是不愿意做吧？我觉得是很多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不是不会，其实做饭又不是让谁背两三百斤，对不对？谁不会做呢？就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。是有点冷是吗？挺冷，很冷很冷，这里很冷啊。今天只有7-8度，下个月就要下雪了。
正能量满满，谢谢你们啊！我的天哪，直播间1400多个人了，阿牛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有点不敢相信。我的天哪，以前都没。谢谢哥女士说爱你们对阿牛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阿牛有点不相信有这么多人在看他呢。陪伴真的太感谢你们了，哥女士说爱你们啊。阿牛有点不相信这么多人在呢。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多人喜欢看我吧。怎么没有那么多人呢？说我嫌我脏，应该不都不愿意看我吧。所以那样子我才不相信。嫌你脏的是少部分人好吗？阿牛，咱们直播间1000多个人，嫌你脏的有5个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我才不信呢。阿牛哥哥是亲的吗？是堂哥，是一个爷爷的啊，阿牛爸爸的哥哥的儿子。阿牛吃不了太油的啊。阿牛他们说你应该叫阿美。他们说你不应该叫阿牛，叫阿美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各位各地朋友，五湖四海的朋友，才华横溢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来给阿牛取个好听的名字好不好呀？我看一下阿牛有没有喜欢满意的好不好呀？你们的意思我这个名字不好听吗？这是我爸妈给我取的。咱们再给你取个外号呗，不是说不好听。可以。只是大家觉得你的外表和你的心理更适合一个温柔一点的名字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温柔一点的。不知道的以为阿牛是个。那你们给我取一个外号嘛，跟你叔叔阿姨们。不知道的以为是个大汉子呢。大汉子。你不是吃的跟我吃饭，你吃就是吃的，按这个吃饭，咱们不喝的你多的吗？啊，你走，咱们那土豆他那马上就不行了。烧的是腊肉炒土豆啊，叔叔阿姨们。你出去不行了，不那个吃饭。阿亮更好，阿亮。阿亮。对。我觉得阿亮是男孩子的名字吧。靓女的靓，靓仔的靓。阿牛是彝族的啊。对。是彝族。是彝族的，彝族小姑娘，哥就是说爱你们。你吃的，你说的不吃的。你什么个意思？你过来坐嘛，把筷子给我，给你举给你尝尝吧。阿牛就叫《神雕侠侣》里面的蓉儿吧。烧的是腊肉土豆啊。军总来，哎，军总抽着那个 smoking 呢，不行啊那个。亲爱的了。不哼，哈哈。没事，你解释了，挺好。这个，你不是姓玉吧？灰进锅里了，这才有柴火香味，你们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
这车子比你不值得了，要不给你尝一个嘛？里面是多少钱？里面是多少？出来。嗯。你在这里啊？我。在吃吃。我。我不。我。开了小的，你们要是搁屁股里面的，钱给你搁，我来拿去。我操，龙叔。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胖是不是？嗯，嗯，缺一下吃。马上要开饭了，叔叔阿姨们。你是叫哪个的？是叫黄的。没事没事。没事，你来收点。好。没事，你来收点。喇叭啊，那些不没有忘在哪里，怎么了？你们是哪是吧？啊。啊。哪是吧？不懂。不给送啊，去过年了。不知道。哈。不给送了，先吃。没有番茄，没有番茄，是土豆炒腊肉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是土豆炒腊肉。今年方领多少？阿牛，你自己告诉他们你多少岁了，好不好？19岁啊！但是还有下个月就20岁了。下个月就要20岁了，叔叔阿姨们，要20岁了啊！在做晚饭呢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多久没有吃过这种农村柴火饭了呀？那种柴火香气有多久没有闻过呀？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欢迎黄玉华姐姐。啊，先看看这个，先弄一下这个。我去洗一下锅，再煮个汤喝就行了。还要煮个汤吗？嗯。好嘞。